大嫂，村委会有一封信你的，几天了，都没去拿。好的，我现在去拿了。外婆，我也去。去，现在走了。谢谢啊。外婆，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回家再看。先吃，先吃饭再看。好的。邀请函。外婆，这个是什么？邀请函。你帮我读一下。我很多字不会，叫哥哥来吧。好。哥哥帮我读一下。邀请函，尊敬的轩轩在外婆家。你好，感谢百忙之中阅读此邀请函，经历四季轮回，11月1日，赣南脐橙正式开斋了。果农辛苦一年种植的脐橙终于迎来了丰收，但因疫情导致很多脐橙滞销，果农们心急如焚，现向您求助，希望您能帮助果农们解决燃眉之急。诚挚邀请您来江西省赣州市推广赣南脐橙，助农帮销，助力我县果农的脐橙走向全国，我们翘首以盼，恭候您的光临，特此函达。外婆，助农是正能量的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助得到。外婆，这个是好事情，可以帮助果农的，到时候叫妈妈去助农。